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我和这十几年来和公民老师的互动以及认知，以及我和学科中心刚刚讲到非常重要这个学科中心的长期互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公民课、公民与社会课没有立即微调的必要性。就公开对祝英鹏、包中和说，如果你们对公民科、公民与社会科有意见，请你出来公开辩论，请我们在公听会里辩论，我们可以在审议会里面辩论，我们也可以在科发会里面辩论啊。就认真的来说，你们所调的公民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补正以及合宪的正当性，他说你原来有些错误，那么有些用语不符合宪法，然后你一些基本立场不合乎宪法。补正的话，他结果他所找的大概就是一些错别字的问题。那我觉得错别字的话，不用用个检核小组啊，检核小组这么大啊，然后也不用去送那个课程审议会四五十个人去审议，其实没这个必要性。核线的问题，好，核线的问题，依照公民与社会科来说的话，你大概就把二十处改掉，他所谓的中国地区啊，就是中国变成什么大陆地区啊，台湾。我不知道他说台湾怎么称呼，我说不称台湾我们怎么称呼 ？OK，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难道叫我们叫台湾地区吗 ？OK， 既然是宪法的问题，那就请你光明正大出来跟社会大众讨论。第二个正当性，它叫广泛征询基层意见，而且甚至说是由下而上，由下层来发动。那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就公民科来讲，这件事情是绝非事实啊。公民科的普遍意见是说没有立刻要微调的这种迫切性。那为什么是公民科社会中心容易跳出来呢？因为公民科社会他天天在学校里告诉学生的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就是依法行政，不是照法律行政，是依法行政的法治的精神的问题。他如何去面对他学生怀疑的眼光，他如何去告诉学生说我们现在政府做的是对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必须到教育部门口去给教育部长上课。你教育部长，你要天天在学校里推公民教育，在大学推公民教育，要推品德教育，你就不要说谎，你就照程序做事，你可以光明正大讲的事情，你就光明正大讲。就国教院内部自己也在反弹，因为他们绝大部分在负责推动十二年国教，不是讲微调，现在正在要公听推出来，十二年国教的人通通反弹。第三个正当性，他说合乎发展与审议机制。问题太复杂，我觉得我们呢，在就是说，教育部建立为了推动十二年国教，建立了一个发展与审议的一个机制啊，这个机制是可以相互取得平衡的，而且是可以生命进行，而且和社会有非常多沟通的界面。这两个机制叫做为了十二年国教，但是你去看它的所有的规定，这都是为了十二年国教。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个课纲的检核小组丢出来的东西，这两个机构都要替他们背书？你如果在看的话，说这个正当性是不存在的，他们没有要审查这个99或者100课纲的微调的授权跟任命跟实务，但是就硬塞给他的理由跟借口是很简单，这包括前一阵子的那个治安领域也是说这个事情是要推到十二年国教。那请问十二年国教总纲都还没有通过，对不起哦，我说总纲就是关于整个十二年国教的那个图案都没有出，你就在后面就一直改说这个课程的东西是要进入十二年国教的，这个刚才那个吴理事讲说插队，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插队的问题啊，因为你找了一个一群不合适的议员，然后你不敢对社会大众承认你真正的意图，所以你要偷偷摸摸的这个硬干，最后你还要一个用跑程序和法治的方式来包裹你的结果，就是今天，你的结果就是今天，社会没有人会相信你。我们对于修改的一个内容还是没有公开，我们还不能具体的了解到底你微调到怎么样程度。我自己请教了学科中心当天出席会议的一个经过，他是临时打电话要他晚上来开会，开的会的内容根本不晓得，到了以后才知道是所谓的微调。那到底在会议现场他讲的修改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中华文化四个字他们认为很重要，所以置入课纲里面这四个字。其次呢，文化经典增加了三篇，那这里所呈现出来的我们的国文课本根本不符当代的语文课本的需要，而是什么呢？
它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们要阅读古文不断的增加那样子的一个负担。可是百年课纲增加的文化经典的篇章现在又增加了三篇，我学科中心告诉我是增加了离骚史记还有另外一篇我不记得了，增加三篇它的意义在哪里？实际上就是增加文言的比例，增加文言比例以后我们的孩子呢就进入中国过去几千年文化里面，但是他没有去面对他所生存的这个时代，生存的台湾的当代的时空，我们的孩子的现实的语文文学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教学。那么这样的结果也就是如果套一句博养的话，要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入中华文化的酱缸文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完全不合时宜，请大家关注虽然媒体没有报道的国文，实际上已经在某方面来讲满足了某一些人从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必修到文言文的比例不仅增加到 65%， 现在在增加更多的篇章，那也就是让中华文化来淹没我们台湾的学生，让他们没有办法学习更多的去面对当代的很多的他们切身的议题文学文化。这次微调是以后课纲订定的模式吗？历史科台湾史部分受害惨重啊，光就字数而言就被修改了 36.4%， 其中第四单元也就是战后部分文字增加了 56%， 如果这还算是微调，那么每个人就会希望他的薪水也可以这样微调了。就实质内容来说，台湾史被改的面目全非，问题在于谁改的。检核小组没有一个历史学者，更不要说台湾史学者了，完全让外行人凭他或他们的想法就来改历史，就来规定历史要怎么写。我想请问蒋部长，这样完全不顾学术专业是教育部应该做的吗？中华民国宪法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不到半年就被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了。原本的宪法没有分两区的当时还没有预想会变成撤退来台一直要到1991年因应现实的情况增修条文才指称台湾为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称临时条款要那个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要戡乱的那个国家为大陆地区根据宪法的这个增修条文的前后文，大陆地区就是中华民国大陆地区这是1991年以后才出现的部长口口声声说要合宪和符合宪法。好，那么我们如果一定要这样写的话就要写中华民国大陆地区。那中华民国大陆地区可以简称中国大陆吗？宪法并没有规定都没有这样规定。而且我这要讲按照我们学术的通例其实一般写作的通例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必须用全称，那么我们的教科书一开始一定要这样写中华民国大陆地区在本教科书中一概简称中国大陆然后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呢要怎么简称相应的道理难道要简称中国自由吗？还是中游照这个理路来讲，教科书称台湾也是违法的那部长怎么不去讲说我们在教科书不能讲台湾这是我想问部长的。真要讲合宪和符合宪法，那么教育部的官印就要刻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教育部请部长以身作则。我倒很希望蒋部长去请教检核小组的召集人问他哲学如何符合宪法谢谢大家。好，谢谢这个周婉瑶老师。